东游河北，冰雪与温泉碰撞，漫步古城，历史与文化交融，品味年俗，视觉与味觉共舞。冬季游河北，福地过大年，2022河北邀约。雪花、森林、草原相互簇拥，是献给冬天最美的舞蹈。在这里听雪落的声音，感知雪花漫舞的纯净。梦幻的雾凇，奇绝的冰瀑，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中国雪都崇礼，冬季降雪量一米以上，存雪期长达5个月，得天独厚的滑雪条件，让这里成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主赛场。自由飞跃，肆意驰骋，邀你领略滑雪运动的速度与激情。河北灵动富饶的温泉资源，洗去征程劳顿和俗世烦恼，邀你泡着温泉看大海。冬日的长城似一条银龙腾飞，气势磅礴壮观，取山水本色，那江南风光。雪后的避暑山庄，银装素裹，分外妖娆。漫步千年古城，聆听历史气息，穿行时间回廊，静享流淌时光。东风夜放花千树，火树银花不夜天。逛庙会，品美食，看国宝古建，赏璀璨夜景，纵向寒冬中的冰火盛宴，邀你领略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。冬日的河北，传统与现代，激情与温婉，艺术与美食的热情碰撞。戏冰雪，泡温泉，临古城，赏年俗，品美食，乐享红红火火中国年。2022河北邀约，冬季游河北，福地过大年。